台的老朋友，心灵之声广播公司七七四千五六两台同步联播。伫中昼时两点到三点，现场即时播送，玉成敢若服务主持，天南地北。全部一点钟的节目时间，由英雄正合行销传播公司独家甲咱可以赞助提供。服务中心专线电话是台南的电话215-2228，215-2228。啊，伫咱今仔日伫咱啊播音室节目现场咧，所邀请两位贵宾咧，是咱台南市啊兰艺协会的理事长叶玉芝叶理事长，以及咱亚太胡琴乐团音乐总监王文龙王总监两位咧，来到咱节目时间当中要甲咱分享。分享到咱啊，伫今年诶，即十二月十五号，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一号，伫咱台南市民权路二段三十号过去诶，即个旧诶社交馆，即卖叫做无缘艺文中心诶一场台南市2012年全国兰花大赏诶，即个啊真重大、真隆重、真有艺术诶，即个啊兰花展览嘛咧。兰花结合艺术，结合胡琴，结合音乐，结合绘画，结合陶艺，到底会擦出什么样？啊！艺术的火花，欢迎乡亲朋友，伫十二月十五号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一号这几天，在咱台南市民权路二段三十号旧的社交馆台南无缘艺文中心来看，你就知。咱即马呢吼，特别来请咱亚太胡琴啊这个乐团音乐总监王文龙王总监呢，要跟咱啊秀一段非常精彩，这个吼啊，你伫咱。其他节目你绝对无法度听到，非常精彩现场表演的二胡胡琴的演奏，咱大家注意来甲听。我想这种的这个演出呢，比其他节目绝对听袂到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欣赏王文龙的精彩二胡的演出。掌声鼓一下，来来来，叶总监哦，真的是啊，听完以后有什么感觉啊？我恁两个。